主料：猪血豆腐200克，荸荠100克，青蒜50克。辅料：泡椒、酱油5毫升，糖2克，盐2克，料90毫升，葱姜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蟹豆腐切成大片，青蒜洗净切成片，荸荠肉切片上浆，水中加入料酒盐烧炭，加入蟹豆腐煮至2分钟，锅中放油烧热，划散肉片，加入葱姜泡椒煸炒，加入酱油料酒糖继续煸炒，放入多水的蟹豆腐轻轻炒拌均匀，加入水淀粉烧至汤汁浓缩，放入青蒜煸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蟹豆腐捉水时要加入盐和料酒，可以去掉异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